本节我们利用玛雅的钢体功能来制作一段钢索桥的效果。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好，在开始案例的制作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要用到的菜单功能。首先是我们之前骨牌用到的钢体。 功能和被动刚体功能，其次是我们这个案例中呢要用到的约束功能。这个案例中主要用到了这个销约束和弹簧约束。好，什么是销约束？Pin constraint。我们看这个图片，这个老式的窗栓呢，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种销约束。 好，那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消约束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圆柱，再创建一个圆球。那么把圆柱和圆球两个物体选择上，创建消约束。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 中心点呢，然后带两个手柄，这个约束呢已经创建出来了。那么这两个东西会自动的被转化为主动刚体，然后我们可以给小球添加一个重力，gravity。Arity, 小球呢会带动这个圆柱呢向下掉落。那么如果我们把圆柱设置为 被动刚体，也就是说把主动刚体中的这个属性呢，active 关掉，那么它就成为一个被动刚体。我们再来播放，可以看到小球呢会在下面有一个摆动。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被动刚体 k 帧，rotate z set k。那第十五、第二十帧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给它设一个关键帧，set k。 好，那么这就是消约束的用法。另外还有弹簧约束，比如我们创建一个小球，为其指定 spring constraint 弹簧约束。那么弹簧约束呢，会创建一个顶点，然后并且有一根线连着这个小球。那么这小球现在已经被转化成为主动钢体。 好，我们选择这个弹簧约束，可以修改弹簧属性。比如说，我们把弹簧属性改到一百，那么我们再来播放。啊，会到会看到这个小球呢，受到这个弹簧的影响，在上下跳动。我们也可以给小球创建一个重力 （gravity），再来播放。 好，我们选择弹簧，将弹簧的单品改到一，再来播放。弹簧的弹性呢，会逐渐衰减下来，而不会像刚才一样进行这个反复的运动。啊，那阻尼呢，可以起到这种逐渐衰减的弹簧的作用。另外，Spring Rest Length，弹簧放松时候的长度，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五。 然后再来播放，开始场景的制作。打开场景文件“钢索桥 Start”，所有的模型都已经摆放到位。我们先从钢索桥的底部开始制作，选择这两个方块，创建消约束。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方块呢，会自动的转化成为主动钢体。好，选择后边的两个，创建消约数。在后边，我们可以直接点键盘上的 G 键，可以重复上一步的命令。那么这样的话，操作会快一些。 把上边和下边四条这个钢索的控制全部都做好，那么它们已经全部都转化为主动钢体，并且都创建了消约束。在每一段锁链的终点处呢，我们使用弹簧约束，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的这个锁链有一些弹性，可以有一些变动。好，创建 spring 弹簧约束。 同样是按 G 键可以重复上一步的操作。这时候场景的四个锁链的终点我们都已经把弹簧约束已经做好，那么我们可以用 Shift 加选这八道弹簧。 好，选择上。如果你用的是二零一一的版本，玛雅二零一一的版本，那么我们可以快速的在这里修改弹簧的硬度 （stiffness） 和弹簧的阻尼。啊、呃，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弹簧有三个属性可以修改。首先是弹簧的硬度，其次是弹簧的阻尼。那么如果说我们在 c t r l a 属性编辑器呢？ 在这里面，如果直接来修改硬度的话，它不会把我们所有的八条弹簧呢都修改。而我们在这个通道栏中，在这里改的话，可以把所有的八条的弹簧硬度全部都改，改到一千，然后阻尼改到三十。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版本的玛雅呢，我们可以在 Windows General Editor 通常编辑器里面有个属性列表。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属性列表呢，在其中找到弹簧的 stiffness 硬度、弹簧的阻尼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修改啊一套物体中的某个属性啊，不管你选择多少个，都可以用这种快速的方法来修改啊。如果我们约束太多的时候， 或者刚体的属性太多的时候，我们要去修改一个一个修改呢，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可以用这种方法。好，当我们把所有约束都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几个固定点点，Ctrl+A 打开属性编辑器，将其 Active 关掉。好，将。 Active 关掉，那么它们才会成为被动物体啊，这样被动物体才可以固定在原地，而不会被这些东西拉扯的产生移动。好，分别选择这几个根部的点，把它们调节成为被动刚体。好，调节完毕。现在这八个点已经变成了被动钢体。 那么，我们为这个场景中的所有的钢索选择这些钢索，为其创建重力 field gravity。这些钢索呢，统一受到了重力的影响。我们可以播放。 啊，可以看到，这个钢索的弹性效果呢，已经完成。播放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钢索呢跳动特别厉害，它会啊、呃、一直的弹跳，这个效果显然不是很自然。这样我们可以选择全部的钢索，在顶视图选择全部的钢索，注意拣选这个重力。 然后为它创建一个拖拽，这个拖拽场 drag，这个 drag 呢可以很好的对我们这个主动物体进行一个减速作用。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拖拽场呢向左侧移动一下，这样方便它的选择。将拖拽场的强度调到十，衰减的强度调到零。我们来播放，可以看到。 钢索呢，很快的被减速，它不再会弹跳。好，那么我们给这个拖拽场呢，这个强度 k 一个针，我们希望它在三十的时候 set k 一下，强度是十；到五十的时候，我们这个拖拽场呢，可以不再有任何的强度，set k。 好，钢索创建完毕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桥板创建上来，在顶视图创建一个方盒子啊，然后在透视图里拖拽方盒子的高度，并且向上移动。好，我们在测试图调整这个木板的位置。 啊，对它进行适当的缩放，让它对齐它下面的钢索。好，然后 Ctrl D 复制一个。嗯，那么因为我们场景的创建呢，钢索都对齐到网格点上了，所以我们这个木板创建呢也非常的方便，按着 X 键。 然后激活 Z 轴，这样它可以锁定每个网格点，这样可以吸附到网格点上，可以准确的对齐我们每个钢索的中心。然后点 Shift D 键，可以快速的复制出来多条钢索。这个钢索上的木板，好，然后我们可以用。 它下面这一个钢索呢，来约束，用动画的约束功能来来控制它，或者用父子关系，我们将这个木板呢 P 给这个下面的钢索，P 键呢就是父子关系。好，然后我们逐个将其 P 到这个钢索上面。 好，那么我们已经完成，来播放看一下。好，可以看到现在呢，木板呢很准确的匹配到了每一个钢索上面啊，效果非常不错。现在我们来模拟人踩踏在这个钢索桥上的一种效果。首先，我们选择这个钢索。 Ctrl A 打开其属性，在钢体节点中找到 Impulse 这个推力，x、y、z，我们给推力 y 呢设置以一个数值负的十。好，我们朝 y 的负方向向下呢有一个推力，来播放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到它会持续受到一个向下的力量啊，很强的力量在向下推动。 好，那么我们可以在 Y 轴给这个值 K 帧，set k e y 三十帧，set k e y 四十帧，嗯，改它为负十好并且我们保证勾选了自动记录关键帧，然后在五十帧把它回到零，那么我们再次播放。 啊，可以看到一个好像类似于踩踏的感觉，并且它会传递到周围的这个钢索上面去。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小这个力量的影响。我们从负十呢调到负六，6, 可能有点强了。好，那么我们再选择这一钢索。 啊，选择这一钢索，刚才是三十、四十、五十 K 帧，我们现在从四十打开属性，给 Impulse 呢 Set Key 到五十帧，数负六，六十帧数零。0 好，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关键帧呢，拷贝下来，点右键 Copy，为这个钢索在第六十帧粘贴 Paste，好，再选另外一段，在七十帧 Paste，再选这一段。 在八十帧粘贴，可以快速的把我们这个钢索的动画呢，行人走在上面的动画呢 k 出来。Paste。最后一个，在一百帧粘贴。好，我们再次播放。 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观察这个场景呢，发现一个这种情况啊，在我们播放的时候，当这一个钢索受到挤压向下移动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很正确的和这个钢索产生一个联系。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踏板呢，因为是 P 给这个钢索的，所以说它直接穿插到了这个钢索的下面。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让这个木板呢准确的搭在两节钢索上面，所以说我们这时候需要用到一个约束的命令，将菜单切换到 Animation，打开 Constraint 约束菜单，那么这个约束呢和我们刚才所用的钢这个销约束和弹性约束呢是两个概念，钢约束。 弹性约束和消约束呢，是对动力学约束，它是对钢体进行约束的。而我们这个动画约束呢，仅对这个物体之间产生一个约束关系啊，不管它是钢体还是普通物体。那么它的约束呢，呃，没有动力学属性。首先我们分析下场景。 这个木板是搭在这个钢索上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需要这个钢索呢来约束这钢索，让这钢索呢目标永远朝向这钢索。所以说，我们先选择约束物体，再选择被约束物体，打开目标约束的属性。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轴向。 首先，这个钢索的负的 x 轴要朝向，永远朝向这个钢索。所以呢，我们要在属性中把朝向 x 这这个正一呢改成负一，那么它就是朝向 x 的负一方向，那就是 x 的负方向。然后约束呢，我们不约束 x、y、z 三个轴，我们只约束 y 和 z，让 x 轴呢还是沿着这个动力学的属性呢进行一个。 旋转啊，x 轴方向呢，它还是有自然的一个旋转的。只是 y 轴、y 轴的旋转和 z 轴的旋转呢，朝向这个。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钢钢索呢，再选择这个钢索，执行 y 轴和 z 轴的负 x 方向上的约束。点 apply。那么再次观察，好，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现在约束呢，已经准确的搭到了两个物体上。 那也许可能会发现，啊这块呢，可能说搭的不是很合适。那么在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呢，我们很难把它和它啊匹配的很完很完善。那么只要大概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呢，啊不会穿插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选择这钢钢索和这钢索，那么可以看到选择有些困难。 这样，我们可以在，呃，选择这个蒙版中，把所有物体先关掉，仅打开多边形的选择，啊，这样的话，我们选择起来会非常容易，啊，记住要先选约束物体，再选被约束物体，执行 Apply。好，场景中所有的。 木板呢，都进行了这样的约束。好，我们再来播放一下动画。啊，这时候可以看到，啊，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已经匹配的非常完美了，啊，匹配的非常完美。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略微的修改一下其中这些关键帧，啊，它的动画有点过强了，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它的第四十帧。 来，Ctrl+A，将它的负六呢改成负的三，好，这个也改成负三，好，所有的关键帧都已经修改完毕。我们再来观察，啊，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动画呢稍微弱一些，那么穿插就会更弱小。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打开所有的物体选择，然后选择这个阻尼场呢，将它的阻尼呢再调大一些。好，我们再次播放最终效果。好，我们可以把时间线改的长一些，改到二百帧。 来观察，好，时、就、候、是、我们看到啊，下面的钢索在被好像在被踩踏的时候，它向下走的时候呢，对上面的钢索没有丝毫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对的。好，我们先关闭网格的显示。 我们希望下边的钢索和上面的钢索呢产生一定的关联啊，这样我可以把所有的物体啊，蒙版关掉，打开多边形的选择，选择这两个钢体呢，创建。那、啊、注意，这时候不创建动画约束，这时候我们又创建动力学的约束，创建弹簧约束。那选择这两个，创建，我们可以这样交错式的。 把这个约束呢创建出来啊！注意不要选择到，一定要选择下面的钢索物体，千万别选错啊！你可以调整你的视角，让你更清楚的看到你所选的物体。好，那么这一侧的呢，我们同样也要做选择创建。好，那么现在。 所有的弹簧都已经创建完毕，我们可以到测试图，选择所有的弹簧，啊，注意打开所选物体，选择所有的弹簧，将弹簧的硬度调到二百左右，啊，我们先播放一下，看这硬度怎么样。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钢索呢，下边的运动已经关联到了上面的索桥，啊，效果不错。那么这个钢索桥的案例呢，我们就做到这里。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锁链的模型，当我们把钢体这个动力学解算完成以后呢，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连接点处呢都是，呃，玛雅的这个节点，就是这个约束节点，那么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渲染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建一套模型呢，去去模拟这种锁链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模型还得准确的和我们这些动力学计算匹配到一起，那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先创建，呃，这个圆形曲线。好，将圆环曲线呢，从顶视图打开我们的网格显示，吸附到这个网格点上，然后旋转九十度。 并且将圆环的半径改小到零点一。好，那么我们可以 Ctrl D 打开网格显示，Ctrl D 复制一个新的，吸附到这个网格上，并且 Shift D。 复制出来多个物体，我们进而再看出第一下吸附到这一个最终点上去。那么在开始的地方呢，我们也看出第一个吸附到这个开始点。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快速的选择所有的啊，我们在这个 Outliner 大纲视图中选择所有的曲线。 从顶视图，Ctrl D 一份，移动到这边。注意我移动的技巧是什么呢？Ctrl D 以后，按着 X 键吸附网格啊，注意不要这样子来移动，这样移动你会把所有的曲线都吸附到一起。按着 X 键，仅一激活这个 X 轴，这样去吸附网格呢，它会只在 X 轴方向进行一个吸附的作用。 好，那么我们在测试图向上，Ctrl D 一套，然后向上吸附，吸附到这边。选择最末端的这个曲线呢，我们吸附到这个，按着 X 键吸附到这一个端点上去。注意可以看到这个端点呢没有在网格上，所以我们要手动的来移动一下。 啊，包括这一个手动到移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继续打开大纲视图，选择最后这套，Ctrl D。你在顶视图呢，同样也按着 F X 键吸附网格，并且仅激活 X 轴。 吸附到这边，那么我们所有的曲线就创建完成。好，现在我们可以关闭所有的显示，show n o w 然后仅打开 numbers cover 的显示啊，仅打开曲线的显示。然后，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快速的选择这些曲线，注意要按顺序。 将这套曲线按顺序选择上以后，执行菜单命令中的 Surface 放样。好，那么我们可以把 Nurbs Surface 打开，可以看到我们快速的放出来一个 Nurbs 曲线。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其他的曲线呢也执行一个放样，执行放样。 好，放样完成，这样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显示出来。哦，显示出来以后呢，关闭 number surface 的显示。好，我们可以选择这段曲线，再选择这个钢索点 P，可以把这个曲线呢 P 给我们当前位置的钢索上，然后选这边这个曲线。 点 P，依次把它们做父子关系呢，作为每一个对应的钢索的一个子物体。好，我们把所有的曲线都作为它对应位置钢索的子物体以后呢，我们可以把 Number Surface 显示打开，按 N 键门五打开实体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播放，可以看到，这样可以快速的将这个钢索的啊这个模型呢建立完毕。